这是启动开关按钮，电源开关按钮。把电源打开，然后把这个标签给装上去。然后从这里绕出来，扯掉几张标签，要不然它会卷到那个胶跟头卷到胶本里面去，会影响到它那个正常使用。把它从这边这里面绕进去。从这边绕个 S 型，就这样绕个 S 型绕出来。把它拉直绷紧，这个一定要锁紧。这边要从这边穿过来，同样从这边绕过去，从下面穿过来，穿过来不行。注意不要把反应线给碰到了，这反应线如果压到的话会影响。
然后把它戴上，不要手紧。好，开始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从底部确定这下面这几指面，或者从上面的也行。从上面这个面，这高度，这几个高度验一致。现在是13公分，13.2，然后是一个。这个数值，这个边缘与这个边缘一定要是平齐的，然后过来。要是没有平齐的话，就把它调平齐，然后把它固定好就行了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然后下一步打个手动操作页面，这是自动模式，这是手动模式，然后这个是手动操作页面，这是齿轮，是这两个出标电机的齿轮。然后我们刚换完标签之后呢，它要出几张标来保证它的那个位置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首先我们确保这个固定压太紧，压太紧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然后按下点动手动鼠标，让它多出几张标，才能保证它上下平的，那么它会上下跑动。这边呢也是。 哦，把标签藏上去之后，一定记得这个琉璃胶垫、压板一定压上去。嗯，除个三五根标签就可以。 然后发射的地面，一个是参数页面，一个是手动操作页面，这个是手动操作页面，这个是传送电机，传送电机，输送电机是控制这两个电机，这三个电机，这一个是控制这三个电机，这一个和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是三个电机。 但是呢，这样的角度有偏差的话，往是朝我们面前这个方向看的话，如果是往左手边偏，我们就把这个打开，打开参数设置，然后这边是分别是控制这两个控制时间是控制它这个是控制出标，它这个出标一。 出标一，出标的速度，这个进标，这出标进速度是这边的，这分别是一和二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一，对，然后这边是二，然后这个是有六延时，这有六延时也是。 分别控制，这边是一号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一号，然后那边是二号，然后标签进时间，进时间是这两个电机，是控制它进标的时间，防止它扯到标签，扯到标签会影响到它的贴标的效果。 这边进标时间，哦，是这个电机。然后我们调的时候，这个参数与这个参数一定要是与这个皮带跑的参数吻合。出标的速度一定要和皮带跑的参数吻合。然后其次，假如说我们这个标签跑的时候，它往左手边偏了，那是因为它过早出标。 过早出标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延迟加一点。如果出标的话，出标网的话，它会往右手边跑，往右手边跑的话，就把延迟减少一点。然后它这个顶带高度，顶带高度一定要注意，放个瓶子下去，瓶子不能压到，只能碰到，不能压到。 瓶子只能碰到这个皮带，不能压到它。假如压到它，会有一定的影响，会导致
不顺畅，会有延迟效果。其次，它这个标签感应，它的感应器的位置也会直接影响到它出标的位置。感应器往这边摆，往这边摆的，它出标速度就会快，就会往感应器往这边摆的，它出标速度就会快，就会往相反的方向去出标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把感应器往左手边摆，它出标的位置就会跑到右手边。这边也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下面是控制速度的按钮，看到吗？这两个分别是控制这两个电机，这个是控制这个电机，这个是控制另外一台那个电机。然后这边这一个是控制这一个电机，这边是控制这一个电机，然后这个是控制下面这个分屏的电机，是控制分屏的速度。下面这一个那个控制器是控制那个皮带走的速度。往顺时针扭就是加速，逆时针扭就是减速，这几个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运行的同时要保证它皮带的速度与上下两个皮带的速度，这内板速度跟上下两个皮带上面那两个皮带速度应该保证一致的，如果不一致的它会翻屏。假如说我们的标签出的时候偏上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摇杆往下摇，往逆时针方向摇。如果是这个标签是往下的话，就把顺时针摇，就摇着摇杆顺时针摇。这是控制标签的上下。Talk.